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觉察呼吸的呼吸冥想。开始冥想前，请确认手机是否已调整成静音模式，并检查一下周围环境，排除会造成干扰的人事物。确认完毕后再开始进行。将脊椎挺直，坐在椅子或地板上，慢慢进行三次完整呼吸。这是为了集中分散的注意力和心思，并放松心情。慢慢吸气，如果需要，也可以张开嘴巴，大口吐气。慢慢吐气几次，并在吐气时放下全身的紧张、担忧和杂念。准备好后，将眼睛轻轻闭上，并慢慢的呼吸。在坐着的状态去感受被支撑着的感觉。如果是坐在椅子，可以感受一下脚底碰触到地板的感觉。如果是坐在地板，则是感受看看身体与地板接触的感觉。感受一下坐着时全身的感受。现在让我们自然的呼吸。你身体中最能感受到呼吸的是哪几个地方呢？